好，啊，若无问题吼，本来就听大家的心声吼，大家看有啥物意见吼，啊，我直接要拜托吼，你要发言的时阵吼，拜托大家讲啥物人，因为你今仔日所有要求所有恁的建议，阮拢会做记录吼。啊，你若讲讲啥物人，啥物大名吼，阮做记录的同事他会来作业吼，这是记录的，大家拜托。啊，我做个意思就讲，最近天气足好个吼，大家我相信蛮足好个吼，所以咱把握时间吼。有啥物款的问题，要互阮了解，还是啥物款的问题，阮需要搁提前研究，还是讲阮来转达的所在吼，甲大家免客气。我们再有人在先记录。今天咱整理是就整理了吼，啊，下面咱再请后边这个神职。哎，我们今天的市长，感谢你，那本次辛苦的过了七月的三周了啊，各位桃园的天天天吼，来高大来更好。哎，我这块是经过一位代表，经过利益吼，市长，感谢你上任之后，要经过。
我的舅舅啊，七岁的时候，当初南湾阿哥那个我的舅舅啊，是吧？舅回归啊，我舅舅七岁就在上面帮人家煮饭，开始学习舅舅啊，舅回归。那所以为什么我也是不用考专业证呢？现在从中国开放参观的，为什么一直要做怀疑来约束我们整个医业传承呢？啊，以上希望我们能够获得到解决好，谢谢。一样的哈，三百六铺是不是余震？余震这边嘛哈，余震这边来说明。那等一下，包括那个港的部分是那个计划组嘛哈，那传言证的部分应该是余震这边嘛哈。我请两个周六先来说明的哈，请向两个周六先来说明，施主长先。安全问题啊！
一个检查哈，建议哦，建议这是高度不一定的哈，建议无论是基准啊哦，二十公以上啊，就未满二十公哦，建议拢是哦那个建议来检查的哦，啊以后哦，起码是阮满意度，即啊接受到咱市民啊的建议哦，阮哦建议行行讲，我到阮强调结果就是讲二十公以上哦，只要满意。未满二十度的哦，基本上改造成新的单位。哦，当然，哦，我把三个诶，就各地过来，那咱有回乡哦，回新乡，因为看新乡有一点简单了哦。所以讲在哦，这个哦，我们吴理事这个建议，我希望我们也可以哦，再提出来，我们再跟马大理事来建议一下，看还有没有空间哦，来哦，把这个哦那个地基检查这期看哦。过来，再延长。啊，过来就是咱，咱做啥物啊？诶，主持人，啊，各位来宾，各位朋友吼，大家好。啊，有关我诶，咱这个总统协会吼，我代表提出来咱这个部队吼，这个干部，这个天气风台上头无啥稳定吼，这确实是真重要代志啦。确实吼，咱这个风台来吼，这个因为北方无地的所在较低啦吼。啊，本来迄个咱包括咱迄个议会吼，咱总干事、理事长，还有包括咱迄个上干事，拢有填这个问题。啊，其实我第一届吼，拢一个月前吼，三个月前我来台湾的吼。确实这个所在吼，因为风台吼，来确实有问题。啊，但是问题讲，因为咱即摆咱个北方地区个所在吼，因为所在较低。啊，但是迄个所在吼，即个气候个气候所在吼，真清啦吼。啊，所以即个无人要落去改善来讲。所以我这个部门应该学校的老师啊，一寡的主任的专家，那个研究方面来改善哦。这个部长来改善了，看咱这个土地上土质都还好。因为咱第二拢是咱第二个，过去跟第三个过去的土地面积，风台是，伊风台建筑是伊这建筑够来对的，啊，所以伊面积这样子无太多。啊，这个部门那么改的老师，啊，一寡的老师的经验嘛，过去我们边来。当然啦，这部分我们来个，当然是新北市政府过来，我们来研究讲这个部分方面来改善。那改善了，我们可以当场来给第二部分来上部分这部分，分部分进入这部分改善。哦，这部分嘛，你做的做的那是新哦，那这个因为部分是关系，那我们可能来转达的哦。那后续我们这个新北市政府跟这个部分，我们来研究方面来做来改善哦。我们接下来。处长这边没有要说明的，配合的哈。意思就是说，讲的吼，就是九十天内底爱有九十天两百七十点钟啦吼，啊，这是规日限定啦吼，不是讲限三个月啦。哦，是365天里面要有90天，然后另外要有270个小时。啊，你看还是应该是单纯啦，不是讲三个月吼，九十天你都爱两百七十点钟，啊，你看还是单纯啦，好像没有错。你变五年多吼，这比交通部还感觉，不能个建议啦，不能个建议，可以了解一下，看有没有可行啦吼。好，因为船的安全还是最重要的。最近那一段两礼拜尔吼，两只船啊，一个伫咱南台湾海，一个伫哦伫太平洋，要挖美国那边，找拢找无吼，讲来这台嘛，感觉足无好个吼，所以船的安全还是最重要的。所以有关船的安全，即部分来甲行政处理边吼，阮来甲转，来今日吼，建议转互伊吼。啊，第三部分讲的部分，拄仔阮洪总有讲真清楚嘛吼，啊，阮来甲新北市政府这边大家共同来看。啊，有经济计算嘛，爱考虑啦吼，因为拄仔你所有讲的讲，啊，是不是讲会当避好啥物吼？大家船的条件拢，大家讲的条件拢无共款吼，这才是最难的了吼。啊，所以真济吼，我感觉你讲的有理啊吼，就是讲拢卖阮人啊，规世人就是拢咧好歹，就是因为咱即摆拢希望讲咱都移民拢转向，
足侪人来询问吼，啊，伊也愿做这个工作。啊，所以阮即摆就是咱农移民的主题吼，你若要去询问优先，机会就变优先，优先。啊，过去讲咱去甲培养，即摆培养蛮深，所以只要你若有需要，阮随时来开班，互你感觉袂麻烦吼。啊，为什么咱要有证件呢？咱有证以后，咱才会使讲这办移民。无什么人无准嘛要来吼，其实对咱移民嘛是好代志。也有专业无？也有专业无？是凊彩人拢会使，绝对有专业啊！我听听都听袂了，你聊什么意？所以咱是希望讲，少安尼问的吼，一方面保护家己安全，一方面咱讲，咱农民移民，咱伊也是专业的，所以咱这个传染症吼，其实上基本的安全保护。所以老师也讲，安好大家方便，阮拢做会到，安尼好无？吼、哦，先甲安尼说明。好，过来有啥物问题，我拄好去后壁有一个新业主，咱互先讲好未？副长吼，啊，副会长啊，啊，我是市政府的教育部的副长，我都无错过。我拄我的朋友四十年，我知影很多朋友，政府对咱人民真正很照顾，但是实际上真是安尼，我嘛不晓得。你阮乡吼，咱拄我叫做多机关，大行人啊，拄我有去当家啊，有去登记私所的。老贵，我遐出到三行路嘛，我讲你讲啥？结婚、食饭、三餐住宿，啥物加班，我拢夜暗时啊嘞，安尼个事。啥物困，要困起来的话，你那个老板话我都讲得明明是啊，心里贵嘞，我实在话嘞，哟，你那讲的是，是吧？华罗也几乎清楚，我是不能讲在七月前收伊进钱，出来就是一单。实际叫你来，叫我来，一个小时就知道了。他讲这是啥？对吧？你看那里，那本地人不是啥，那本地人啊，也做那几乎清楚，加上做下地，还要上班，对不对？真的华罗。人家现在是有上班的，那有些干比，伊那有啥？有些干工作很惯啊。我这多上班，什么多机会？我讲这样嘛，我是啊，就是说，因为你反应不好，如果嘛叫不会多，我过来过来，工作时间登记不行，好叫好这边，我是来登记的。恁一下做做钱办公室，他恁有吹东西吗？大家开始在讨论起来嘛。哦，这是做咱大家叫做基本工作。有几下讲到外头啦，来不需要，我袂使讲担当。那我有代志，伊在向你做钱进来，我袂使讲担当。我还是去来是，我讲到社会啊，对吧？你真个在讲公司话，那些人工作情况啊，好简单啦。不然你那个要出去修理啊，我是阿娃啊，我只是在维修，那是维修。一开始我就建议我去建这个，到晚还有时间，恁排到你家爹娘了，还等半夜起来修理修到我好啦，你等半夜个毛干，你啥物啥物啥物道理，啥物游戏经验？变少的吧。过来啊，咱在时代进步啊，电脑啊，会比咱了手啊。我讲咱都讲过的，咱就是刚好刚过时代的时代。我讲我讲到吼，你表现怎么啊？我这还跟人家在约，三五天开会，直接交给钱。现在不是啊，过去的输了，过去的提进步，咱的欧盟还挂给我呀。我红蛋，我从来不在别人做，哎，我谢谢，我等于说了哦，你也忘记，要谢谢，你在叫叫什么？他搞的不仅是红蛋，我们做红蛋，我也能去卖，电脑可以，这两个单子都可以，但是要做哪里？做新作为嘛，对不？你计划不做了，干干净净哦。啊，当然做这呀，还有时间问题哦，我跟咱公司一点哦，感谢。
谢谢哈，多谢。我感觉你讲的就有道理哈。事业甲其他行业无同款，所以一寡法规吼，爱看无同款的行业，爱无同款哦。所以拄仔讲到劳基法，啊，甲恁个大陆专业讨论大概是安尼，啊，另外就是休育这部吼，来，渔政署这边嘛哈，休育是渔政署这边来受理。那那个劳基法，我问，其实是劳动部主管的啊，都是渔政署哈。我感觉安尼啦，因为有诶法规吼，毋是渔业署管的，今日人管的，阮就甲伊讲，哎呀，改咱大家来讨论，就是牵涉到法律的部分吼，本来改来迄落，是毋是讲大家若有需要，看恁拄着这个问题，请劳动部吼，还是讲市政府那个劳动局这边，就当面来跟大家沟通。法规是安尼规定，但是咱居民伊实际问题是安怎？我伫细汉，阮伫厝诶吼咧做工课，恁若拄着挂钓啊吼，西北风常常来，那有搁啥物咧休困做几点钟休困？啊！你该做的时阵做，啊！你一年才几工通做尔，所以有当时啊，你实际情形，你咧讲我拢了解，甲上班、甲工作咧作业，确实是无共款。但是因为毋是企业数据，也袂使来改变的吼，这份都来甲人做起来讨论。所以你政府先说明一下吧，那个休息的一个部分。那个劳基法这部分吼，你看怎么样让大家能够面对面吼，大家看要安怎来处理吼？你这边在有请的好无？好，咱感谢咱市民的市民朋友的吼，欢迎的这个心声吼。啊，当然吼，劳基法吼这部分吼，对劳基法其实也是一个大比较适用的吼。啊，当然劳基法伊这部法律吼，伊是按各个吼陆上的所谓的工厂，各有各的工厂化吼，工厂是按哪运作？所以伊就往对于工厂内运作的迄条吼，然后发来做一个劳基法。啊，咱海中当然吼，咱个重要的是管台湾国际渔业吼，啊，所以恁提出来吼，当然咱管到完全适应嘛吼。所以吼，那个阮那个几几年来吼，就是来争取讲，把那时候后悔的八十四条之一吼，因为即马上电话就是咱个公司头讲过。咱有一天来对咱的公司，哦，我自那出去有鱼仔的时，哦，我咧抓鱼仔，我就爱去抓起来，我就去来，哦，来整理，哦，啊，整理来保鲜，哦，那我咧后尾有一天，你个人去过两天，啊，过两天到，大家就爱去，我嘛就去那块鱼仔那个，哦，所以讲改这场很重要，哦，所以今嘛这个四条之一，哦，你就是讲咱今嘛。哎，那个作业不需要哦。当然，我常常在强调，你有那个爬网，爬网就爬网的，动也的样态。我阿那个上头都放出来，放出来嘛，放出来的作业的样态，阿那个注意到那个样态哦，那个哦，那那个状态，一定要你观察，连做其他事的，那都对，就是老师话就一定哦。所以讲来，我总结哦。那个为我们目前他们开的实施规范有几类酸中哦，所以那个劳动部他们哦，我们现在都有积极到那个各个地方哦去办理一些先导的工作哦，啊，我就在咱来帮来咱那个公聊哦，我多少大家是哦，我是讲大家这说明哦，啊，大家有还没办的困难，啊，过来一点哦，大家都来提出来。记者也好，但也要哦，那个不能去排管的哦。我是讲大概有的共识以后，他就来哦啊。所以今仔日打讲的消息啦哦，我打这边打过去哦，那个哦，补充就是讲，他那个那个消息哦，那是自愿性的哦，咱机关的，也就是讲，你一天今天有那个岗哦，那个出海。管理两岗哦，那个在岗，啊，你就符合标准，因为咱自愿性的哦。按照咱古尼哦，通过五十条之一，它都解决了强制性的禁移的一个修理哦。按照他这边写的说，跟我们在后台，我们要列入哦，要把它作为咱强制性修理的一个目标。啊，也规定的内容。
够的是两缸，那我们两缸哦，没有火出海，火出海的情况，那我们就符合我们哦那个禁强制修理的一个条件哦，阿不得也完点也哦那个荷花的金额标准哦，啊温啊哦温满容易哦，因为第一，我连你黄土那个马吉用金金来推阿瓦来先。这个所谓的哦，那个强制性修，它保险，因为保险你要干的怎么干？哦，你买干这样嘛？那你要打的上哪干？哦，啊那个过年哦，你二月过年期间，你买是一整干。啊，所以我们也在积极哦，啊，我们这边保保协会哦，我们那边要求哦，二月期间哦，打习惯都延长了十天哦，那这样。年假还有符合咱今仔法律规定两天的规定，哦，啊到到时可以符合咱今仔强制性休息的一个规定，哦，而且对咱哦，咱的机关对咱的行政监督哦，一定更有保障。哦，那以上啊，好，咱今仔就做这个观察，咱做。谢谢哦，我今日佫讲讲的，才第二个问题哦，我去讲。因为无清楚的吼，较侪去甲你说明啦吼。咱拄仔阵你有咧讲的吼，劳基法这吼，其实你技术量加机会这边吼，像无管从这边其实有路咧，我捌一个来讲，就欲安怎作业较简便吼，可能大家无完全了解。我今吼，我是看，我是建议安尼啦吼，基金会这边过来办一届了，我请来大家跟当面讲吼，无了解讲无清楚，啊，即摆已经有改变，大家了解一下，安尼较方便。啊，修理这吼，但是你讲，你应该说明无清楚。啊，调转这个大陆转转这吼，本国际专业无问题啦吼。啊，大陆这吼，本来叫做看啥物较方便的方法，卖讲我咧查你拄仔讲的安尼，放假来就当时去啊，时间性拢袂用吼。这大概这一份再来检讨啦吼，这一份程序上再来检讨。好，无就先安尼，啊，看起来不清楚的这个说明一下吼。来，那个刚刚那个副处长不是在讲劳基法吗？那个说明一下，看这个现在怎么样比较简便。符合我们的需求，来，请好，开始，开始，开始，幺幺零，我空调区域导标，诶，我有一看到恁挂的那张纸哦，感觉很讽刺了。你们有做保育工作，其实你没有办法做到很实际。你放到那个灯机啊，叠包不好估，哦，诶，大家拢知啊。但是你放到出来，灯机啊，不可能在店里。包来的夜照，所以伊四夜照，啊，沿海嘛，四只东西啊，照大家来钓到的，恁拢无关节，因为恁啊，若无关节，无使恁一直做，啊，恁要为农委会公司哦，无啊，农委会，因为这点我希望恁伫餐饮业内底的抽查，假如一只细条无好符合条件的时候，你就罚3万。看我几万几万，看伊后敢敢收无？绝对唔敢收的嘛。啊，唔敢收，即个原则上，以后伊移民就白起，伊无人收，无人收伊无收入，伊叫着家己食，量又有限，袂遐尔啊等。所以讲，过来就是讲哦，恁对移民的观察哦嘛，那些看收费的。阮出港无爱登记，啊，波多传奇边仔凊彩因阿公因阿嬷因阿祖，啊，交我因孙出港，我免登记，嘛免检查。啊，因即阵你对移民要安怎来交代？移民敢直接在山顶移民，也是山顶方便？因也是较好个，咱政府较惊伊嘛，对。啊，过来一点就是讲，咱海巡署个哦。咱海巡的一只哦，我伫困啦。阮渔民甲伊报案哦，伊等下我才叫迄个报案的咧，才讲了就是迄个。伊第一游艇码头出来，诶，西游艇载人出来查伊啊，啊，伊报案，伊伫自杀，伊竟然甲伊讲伊唔听话。啊，这点哦，等下咱叫海巡的来甲你讲看卖啊。即款的，阮的移民阿爷即条，因游艇码头
站的啦。啊，阮渔民连产水都甲落去阿站阿湾。啊，你讲对渔民帮助，我感觉是种公司。好，到这里，谢谢。谢谢啊，大家立马很有好意的观念，移苗换柳。讲实在话，会在我们台湾沿海都会游来游去，没问题。那马澳湾跟是在北宜业，我们推的是未来是在地可以来放养，以海为天的概念来推，我们慢慢来推好，大概观念我们会后可以再沟通。那比如小鱼要，大家都有观念，可是我们也想说。慢慢来推，有一些物种哦，它是这样那样啊，倒来推，我可能全部去做到新鲜新鲜的，那底下都还有，这就麻烦了。好，所以我谢谢，我们会带回去，未来作为未来的那个推动的方向。那你讲啊，破这种的海鲜，海鲜都在这边，他也没办法。好，那业主没办法，因为他不是我。主管理的，还好现在海洋委员会成立了，他有的就写钓鱼的这部分做规划，那我们借机会来建议海洋委员会针对休闲钓鱼要有管制，要有一些措施出来，他钓出来鱼不能卖，不要跟我们渔民错通，他可以带我们带回家吃啊，去送人啊，哎呀，回头，对，干嘛呢？所以啊，波特船，因为波特船也有发生很多海事事故的，我们利用这些事故啊，来建议海洋委员会针对休闲用的船啊，针对休闲钓的鱼，要怎么去管理，要突破这个，来，我们来建议他，好不好？谢谢。是咧潜逃，啊！咱是咧靠这个生活，你当然爱关心哦。所以，拄仔阮副处长有讲哦，阮着因为即摆海洋无海委会嘛吼，阮会甲伊做伙，就阮即个重要性的问题，阮会来处理啦吼。啊，另外，你海巡署这个部门是不是？大队长这边要说明一下。这个署长，还有各位渔会的长官，还有各位渔民朋友哦，大家好，我是海巡署海巡队。哎，针对迄个对了，迄个问题，我说明一下哦，就是讲，因为我海巡呢，如果你讲海巡的案件嘛，海巡我是海巡队，我们船在海上，因为咱的动作，我只在人二十公以上，啊，若话你伤近岸，还是伤浅的所在哦，我如果来怎来处理？但是我要讲的是讲，渔民朋友若有报案，我一定会处理。我处理不是海巡人员，我即摆是规个地区所谓的叫做巡防区指挥。讲话这样被对这个署长不礼貌。对，我们有所谓的巡防区指挥部，他会统合调度我们洋跟岸的海跟岸基的人统合来处理案件。我们只要接获到报案，就会做统合处理。如果在区岸比较远，海巡船警队到的地方，我们会到现场处理。如果是在岸基的部分，我们海巡厅没有办法接近的，岸基有所谓的叫近岸巡防艇。现在还在持续的侦捕中。另外的话，如果像一般的油气船，它到海上去做采捕、潜水，只要它进港的时候，我们会去检查。最近有举例一些案例，就是它在近岸去做违规的采捕，它一定要靠岸进港，我们的人就在岸边等它进来的时候，我们予以检查。如果上面有违法的器具、违法的市政，我们会依规定来做函授。这个我们都会做到。那我们也海巡署一直在呼吁渔民朋友，就是说有海上的相关的事物，或是有发现余力，除了直接报案之外，也可以用我们的海巡服务电话118电话报案。这个电话我们都有管制，渔民报案我们会管制，处理结果也会依，就是说有你们留资料，我们处理的结果一定会电话再回复渔民朋友，跟你们做说明。这个我们都做得到，我这边解释给那个大家知道一下。好，谢谢。市长、副市长、理事长，感谢主角长，各位渔民朋友，大家好，也是跟全花生小组。
今天就是以上的发言一下哈。今天刚刚讲到科可能因为他讲到就有一个我们的出版天数的问题，我现在这样讲，你今天如果有人的时候谁要修理，是因为没有人啊，我们渔业资源太匮乏，这几十年匮乏到这个程度，是不是现在是等差当级数的下降，而是等比级数的下降，这个东西问题在哪里？很简单，我们政府没有管制，没有管理，我们渔业署有他的权责，海巡署有他的权责，西北市政府有他的权责，可是你们政府机构有没有统合起来管理？今天海报署成立了，海报成立的意义在哪里？我跟你们渔业署有统合吗？海报署长到高雄不知道，你们渔业署办公室在高雄我也知道，为什么在台北办公？你们两个单位有任何联系过吗？好像是没有，各自为政。然后你们今天渔业署做了很多事情，可是大家知不知道？你怎样把动灾一起一半把这些你怎样把它给灾了？你灾呀？我们今天要宣传嘛，对不对？你今天不宣传，你有朋友不知道你们做了什么，然后我才不知道你们什么东西做到了，什么东西做的不足，这样才能讨论嘛。所以他们所有的问题，你们是不知道，而你们做了什么东西，他们不知道吗？是不是这样子？所以今天我们政策的宣传很重要。然后重点是，我们现在复议的时候，民国86年开始在这边办那个黄河口的时候，有没有做过调查？没有。今天黄河口现在变成战事项，是渔首，珊瑚礁雨现在被他们占领了，现在无法清理。我知道你们渔业署很头痛，这个东西也没办法处理，是不是？这个东西你们当初委托的是台大吗？还是海信？这东西我们去查。可你们对当初在做这个东西的时候，没有做过调查，你没做过复议，复议的是复议的基本在哪里？是在于在地渔种的保护和富裕啊，而不是在于外来渔种的保护和富裕啊。这个东西，然后我讲到一个放生的问题，放生申请这个东西跟你有什么关系？跟新北市政府有关系？是不是他现在跟你申请放生那个东西，对不对？你有申请吗？他现在放下去，全部变成强制渔种，全部都在破坏在地。在地已经很可怜了，今天所有的东西都没有办法生存下去的时候，在地怎么会有？是不是这样子？然后我就想到一个年轻干部说，这个很重要，对不对？然后第三个，渔法管制的问题。今天我们台湾渔业申请下去，这钱，你在渔业市场拿到之后，后面的管理有谁在管理？没有。什么？这个海域什么船都不能走啊？我们没有按照我们的渔获而分配，所以这才是最大的问题。我今天，你们今天虽然说我限制了，好，我托管三海里面不能进来，我多少敌海里面什么东西不能进来，可是还是会有渔获的问题，会有捕鱼法的问题，是不是这样子？今天国外渔业管理很简单。几海里，设定设定，不是几海里，我经纬度设定它什么语法，所以我就设定什么语法，这个才有发言有效的管理。可是你今天不是这块海域，我买在放林啊，买在底，买在拖啊，打航都买在这边啊，那边啊过来，你说要照顾渔民生活，你没照顾，你没按照这个东西的时候，你怎么能保住渔民的那个渔获量？这个完全没办法管。我今天是这样。我现在产值，我一直钓的鱼，我产值是涨400块，一公斤400块的，拖网的鱼船一公斤只有40块的。这样子来讲的话，他们的产值跟我们的产值怎么比较？鱼货量一样产值的情况之下，鱼货量怎么比较？这东西有没有相当管理？这个东西跟渔业署比较没有关系，而是跟新北市政府各个地方政府比较有关系。这个我知道，我很清楚。就现在替你们讲，这个不是你们的问题，这是政府管理的问题。然后我再讲一个东西，
工地，我们这个东西就是我们今天办公室办那个，比如说办滚、办管、办模具，是不是要腐朽、要标志？这个东西到底谁在管？上面的是不是要写明的传品？是不是应该设定的？他们应该是不是要放一个灯？那我们夜间还请比较安全。我们门口出去多少在放的？晚上都会撞到，有谁晚上出去没有撞到过？几乎都有撞到。一个灯没多少钱，所以要求他们装一个灯。这个东西属于什么？对，就是中央机关，中央机关当然是你越喜欢，对不对？我看过这个东西，管理就是你越喜欢，行政不是行政，是政府权责。这东西不会错误吗？没有错吧？可以要求语法设的，要求限定，还要一些设施、一些配备嘛。我们今天要讲究行情的管安全嘛，而不是这样子，最后都不管，想不到不管。啊，不是要三块五啊，弄个土地，我不能谈别的，我们要谈大家谈的话题。这晚上那跳上去，这个身体多危险！就是安全是重要，就是这样子。那我刚刚讲的休闲娱乐有问题，休闲娱乐这个东西就讲到了我们渡港的时候，渔获申报的问题。今天鱼获申报，你今天休闲渔业钓外钓客，他们的鱼在哪里卖？你知道吗？开发地理，不然就自己卖。这个他们也是，你如果是要管理，怎么管？完全没有办法管理啊！所以是不是讲空？空口说白话，完全没有办法走。只会讲对，这个东西怎么做？别人抓了开发地，开发地以后你再管吗？没有人再管了、啊，他们就跟我们抢鱼啊！事实上就是这样子啊。所以今天最重要的一件事情就是这样，我们今天各政府能不能统合起来，各政府机关能不能统合起来，我们要协调，我们不协调，各自为政，各自为政的情况下，我们也没办法，是不是这样子？你今天很简单，我今天报案，报案给李队长，报案给李队长出去，我们打118，很简单，是中央台的，中央台发给李队长，李长说啊，这个东西不属于他们管，你可能要申报他，你去申报他，你申报哪里？那、啊、这东西我们在脸上看他们也没有用啊，违规就是违规啊！我今天在六海五点几海里边看到拖船，大西过来拖船在往东拖，我申报过去，我报完过去，马上跑掉了、啊。欢迎大家在那时间。谢谢哈，因为由于时间关系，袂当用。但是我感觉足佩服的，你拄仔讲一个重点吼，就是讲保卫这个代志还是足重要。政府做这个代志，就讲啊，我咧放规划啊，等于放，你拢无人来在听讲。啊，佮讲另外一个重点，就是讲，你要放的时阵吼，包括放生，你放就是来在医院里做。现在不是啊，可能一些放生的人威武下就放下，结果强势移走就是咱迄落。啊，你对我讲一寡重点，就是讲为什么渔业资源污染很少，这大家都冇注意吼。我感觉这是误解啦，一寡重点爱改进的部分一定要来改进吼，包括作为干部一定要来做，作为干部嘛也是麻烦去做。或者我对你的问题先表示感谢，确实有需要。因为你对我讲的这个重点，就是讲啊，足多规定拢改啊，为什么在这个会议在啊？这表示什么？这表示过去这个行业跟大家沟通无够，有当时啊改啊，咱明明都唔知影，搁底下阁是旧的规定。所以包括拄仔84条之一吼，伊只用只嘛，甲劳动部只吼，劳动局只才有参详，变安怎提，较符合咱个需求吼。我感觉这咱有较侪时间，所以讲办这个座谈会来较方便。就是讲有足侪行业，可能无大家坐做伙讲无了解吼，这个部分，啊，一寡保险部分吼，阮甲海保署这吼。阮固定3-5月即半年吼，4个单位坐做伙讲问题，
所以你拄仔讲即个保育问题，甲海保署即，阮一定甲你弄一个提案，咱后盖咱来提案来迄落。黄署长，阮两礼拜前才见过面，因为你过两礼拜才见面。黄署长、黄孝文署长也是渔业署主任，所以年龄上一定无问题啦吼。啊，政府不管是中央也是地方，拢是政府，拢是爱照顾百姓，拢是爱照顾人民，这工作大家拢爱做吼。所以不管是啥物环节，你今日讲出来属于倒一个部分咧，不管是中央也是地方，我相信大家在里拢是有在工作做好，吼，先表示感谢，吼。啊，所以有寡代志可能。副署长这边可以来说明的，就先说明。啊，可能贝阳那边老师关心我们吧。好，好，谢谢。谢谢。其实你讲到很多保育的问题，我们都很重视的哈。那我们署长这边也回应了。那刚刚你讲放生，渔业署针对要海上放鱼、放生的、放牛的，都有做研究过哪些鱼种在什么时地点、在什么海域、什么时间放什么是最好。一些外面宗教嘛，你要放生，一定要申请地方政府同意才可以啊。这个，所以如果没有申请，对不起，就可以起立他处分他啊，这样子。那刚刚修剪钓鱼方面，你也会跟他们有点的。那你的概念很好，一个海域，一个区域，什么用什么网来抓，用什么钓来抓，最好有七个。可是我们现在台湾的小型船，各种以捕捞的方法。很多样性，所以我们慢慢来管制一些网际啊、混际网啊，都尽量退出去沙滩里。拖网也是一样，慢慢退，让沙滩里面用可以用长远来讲是用永久的其他的。那这些工作，我们也慢慢来推，大家一起努力来推动这些工作，好吗？谢谢。先生，阿咱所有人民朋友，阿去遮我以咱渔会联名，以咱渔民朋友，大家听做一联名，我甲恁做一解说。拄仔你讲要放生的吼，以咱要去咱的海域做放流，咱一年放流物种足侪，包括刚刚鲍鱼，包括咱的所有鱼啊，吼，啊因咱的要放流进前，渔业署拢会甲咱渔会这边，然后伊拢会开一个会，哦，咱渔会去参加，咱哦针对咱年近海。咱遮上适合的物种来去放，相信即马大家拢会去钓到迄个龟啊，吼，钓足侪龟啊，过来咱的石斑鱼吼，咱因为这是拢咱甲渔业署这边有去沟通协调，啊适合咱这个海域的物种咱才会放。至于讲放生呢，因为有的鱼，咱当时接到消息讲啊，倒一个宗教多起来，倒一个大家叫做放生，但是伊实际上拢无甲咱的市府，甲咱的渔业署申请，伊家己来就放。咱嘛无了解吼，啊，至于讲我迄船员呢，因为我嘛去开四五届的会，甲渔业署甲咱王副组长、王副组长、王副署长主持的吼，甲施组长这边拢讲，咱有甲咱的行程，咱来看来讲，啊，即马渔业署这边已经甲劳动部一直在做更改了吼，一年就咱的现况，一年就咱的正鱼缸吼，因为鱼缸有就种种，其实就拄啊，咱的伟哥讲的吼，伊讲啊。一年出去到几工啊？尔啊，拢伫船仔顶啊，吹冷气啊，食穿大拢看准准，但是劳工局伊并无了解吼，劳动部嘛无清楚啊，所以咱会持续甲渔业署这边来欢迎咱渔民的大家的看法甲观点啊，针对于这个劳动基准法84条之一，咱已经规足侪解会一年一届，希望会当上届接近咱的渔民。把它变成行不掉，哎呀，好。海水，因为我们时间问题，可不可以再一个朋友再提出一个问题啊？你已经讲过了，来，谢谢。难得叶署长过来啊、哦，我们现在这边的渔业资源越来越少，我就大鱼、断鱼。哦，那东西啊，在社会我们聊，两年在线下，那就考聊聊。哦，昨天来这个商家玩哦，老咱做好个地点，等咱一来，我准备老一来，我开聊聊。哦，我到叶志勇应该有到国外去看吧，到纽西兰、澳洲，你们来钓鱼，让你们钓龟龟，你搞安怎？
过来，特别讲，我看到咱这台机器吼，
有一个讲，咱这农委会这农民啊，比如像这个农事上的补助，哎，像你买产品的时阵，哎，我买产品有补助嘞，加少，加加少，我哩买什么仪器啊、数据的补助啊嘞，哎，这嘛是华人这里提的这优惠，对吧？好，对。就所以咧，即系我咧书记我就来咧提议争取一个好条件哦，啊，过来就是讲，不能讲咧，讲即代志较济啦，吼，到这里耽误大家少一个时间哦。啊，过来我是讲，澳人民，我是讲对这八万人的吼，从这新办市政府，为一百公三年十八万，为做这保护，伊当初做这保护哦，我无甲人民沟通，所以我怀疑我们是黑箱作业。啊，为了八五里面，那就是讲，你讲八五干部是时间短啦，就是讲别啥样，别多个样，别样，别三个样。哎，我请问你，别三个八五的广告打是广告的，而且你现在短啦，全部打广告的呀，你听要不要做表的？对吧？不要做表。啊，所以我根本就跟你讲，你既然你那个尽量不嘛，你把速度开旺啊，叫马虎啊。其实是它是我们渔业资源的富裕的。
大家会使过来说明一下。安尼因为时间的关系哦，我感觉阮今日来遮做有意义的，第一意义就是啥？足侪工作，大家拢无讲互清楚。你有当时啊，阮做你唔知；有当时啊，你的需求阮无。所以以后查安尼记记录吼，我感觉你需要咱等咧较侪见面的吼，有时间咱就较侪来迄条。第二就是讲过去这段时间吼，做的多啊，我讲你做的成果，你做迄条暗号大家知影。所以有啥物款的机会，我大家了解这个过程，包括阮随时数嘛，做足侪主管调查的啊。这个过程不是当做学术啦，不是跟咱说尔，咱嘛有必要对咱当地居民来说明。啊，恁如果说过期的吼，包括甲其他部会劳动法这个部分吼，阮会甲因来讨论，讲无够的所在，还是特别无了解吼，咱找时间过来说明。啊，甲其他各位、甲其他单位做保育这个部分吼，确实保育做法侪拢眼光无够，因为过去这段时间变安尼，气候嘛咧变，产业嘛咧变，咱即摆搁做保育吼，搁较侪就无够，所以会当做的部分，咱来尽量来做。所以大家如果若有感觉说明无清楚的吼，恁伫书面嘛会使讲出来，也是讲甲农业委这边欢迎吼，阮随时来甲咱做说明。啊，若感觉有一寡爱搁进一步说明的，阮也毋是像伊啰。啊，拄仔大帅大帅嘛有讲吼，是甲大家好朋友嘛吼，咱做办公室来做，是毋是？互阮今仔日先结束吼，啊有啥物问题，咱私底下会使来讨论。署长，不好意思哦，我需要说哦，我们在别业设计跟保育区哦，近期内哦，希望能让我们劳文来做说明一下。好，拜托一下，是不是可以近期内哦，就保育区跟在别业区在劳文的事哦，我们在劳文开一个座谈会，拜托我们署长参详一下。好，谢谢。哎，今天感谢朋友哦，咱今天市长哦，朱清清啦，啊对面来跟咱共同开会啦。啊，你如果有什么意见，无问题，然后咱民意会后之后哦，你有什么意见，咱顺便啊，我以后这边来哦，来处理，好，咱转成来议。